这是我的村庄。几百年前，这里的女人创造了一种男人看不懂的文字，叫做女书。有时候会纠结以后要怎么做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父权语境嘛。它有高度，问题是怎么去利用这种高度。你不敢，你成为吧，不可能的，你永远做奴隶。有句哈，写的是"男儿有志在千里，娇娘岂可染须眉"。